在车上太无聊了，就平时的时候的路程的时候，可以玩桌游。大家会玩什么？狼人杀。可以玩狼人杀吗？人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六个少，因为有个人当主干之后就只剩五个人了，六个人最多三三斗地主。随便拉一个编剧，每天编剧一轮就陪着玩青春的狼人杀。我在我朋友家玩一个狼人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只要是一个有身份的牌，我一定会把一些好人全部给弄死。第一局我第一个发言，我就说你面相不好。嗯，你面相不好，我投你。比如说我自己是什么来的？我自己这次是猎人，玩了三局，我才知道自己是猎人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狼人。一到晚上，我就睁眼，所有人就看着我，我就很信誓旦旦说，你是晚上。然后大家就互相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多一个人？然后玩了三局，到最后发现有人是不是瞎睁眼了？就是那种，然后我看到自己，我说我狼人，我狼人，你。哎，我玩狼人杀经常有看到那种眯眯眼，我没看呀、啊。我没看呀。你是还不看？说没有呀，我眼睛眼睛毛长就是闭不上。真的，我说君子游戏不要眯眯眼，好不好？那你没看。真的，眯眯大法，眼睫毛长也是醉了。搞一局呗，玩一局呗，那玩一局呗。但是我不会。先练一下规则。不，我真的不学不会。那在旁边 freestyle， 可以。哎 ，freestyle 法官。现在开始，狼人请正，开始。狼人请正眼，这太难，太累了。这可能成为一个新玩法，必须要找一个会唱 rap 的法官。跟其他好朋友在一起玩，他做法官，他背景音乐放的《延禧攻略》，那就是那种还得那种悬疑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可以试一下，真的。背景音乐很重要。对啊，就那种宫廷宫斗剧嘛。放那个《少年包青天》的那个，包青天的那个背景音乐，就每次按键出来放赌神那个，当当当当当。那玩一局呗，晚上呗。到了营地洗完澡，赶紧玩了。那我们走吧。OK。